声音大一点好不好？声音大一点。我有听到吧？女人的问题好多，接触这么多年来，我觉得我蛮了解女人。我退休了，可是我知道女人的很多问题跟我当年呢，有的时候还是蛮像的，所以我觉得那就再来倾听吧。我的性格比较怎么样，我不太会照顾人，所以我另外一个男朋友就说，你一点都不像一个女人，你不会照顾人。我说谁说我一定要照顾你，他说女人不是要照顾人男人的，我说对不起，我不会照顾人，所以我们家就分手了。我是很幸运的，没有人对我报复，但是我是觉得真的是这个恋爱容易分手难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是觉得妈妈们能爱你的小孩，请不要把他搞成你妈妈，因为对他非常不好。你能嫁给他一辈子吗？不可能吗？三个小孩从小就做家事，小孩子轮流洗碗，不经济模式的住在家，家事是家事，不是母事，也不是姐事，你是一家人要做事，儿子不可以豁免，大家一定要排班做事情。儿子后来都非常能干的，我在家请朋友吃饭，说我儿子做菜，